好，我是 Hanifa。要不要把爱带到你的小世界里，带到你全家人，然后呢，享受活在爱的世界里呢？如果你想的话呢，今天就要彻底的去听到 Hanifa 的故事，好不好？因为爱是一种力量哦，爱可以真正的把你的整个世界，哇，带到你的全家人的时候呢，你会享受生活。我以往都不是这样的，以往的我就是不懂得怎么样去爱，释放情感，然后呢，把爱带到我的家庭里。那今天就要分享一个课程，这是完全改变线上版，非常的重要，大家要仔细听哦。在我二零一八年，我在二零一八年在生命中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，我在健康方面，在家庭幸福，甚至在我的事业方面都有问题，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在提升我的口才能力，就一直以来都是要付出精神，还有牺牲，甚至要养育我孩子成才，成为一位精通双语人才的过程中，忽略了我自己。就在这个过程，就在2018年，我发现我越来越，我的心情越来越爆炸。无论你讲的是一个女人的问题还是男人的问题，我们都是有问题了。可是如果我们用情绪去交流，用情绪去解决问题的话呢，我发现是无法可以解决的，因为呢每个人都有他的情绪的他的温度。那我在2019年就走进了完全改变课程，这是在台湾，就在那里我学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，就是如何释放情感，从你情绪转变成释放情感这个阶段很多人都忽略到了，因为他以为是情绪的问题，所以造成他不懂得沟通。其实因为他不懂得释放情感，才造成他不懂得怎么沟通。那怎么做呢？就是要输入一个新的程式在你的潜意识上，你在完全改变课程就可以学到了。这是我在完全改变线上版课程，也可以帮助到你的。你将拥有10个挑战，这个挑战每一天都是不同的，然后再赠送给你14天的营销法则，还有30天的满意保证，就等于你学了之后，你要30天过后还要继续学习下去，可以学到1年。各位不要忽略了自己的健康、家庭的幸福，甚至你的事业，你一定要彻底的改变，去找到你改变的杠杆。立即报名参加完全改变线上版。